寿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公务者，我是今天的主讲董教练。今天我为大家讲解国际规定竞赛套路棍术第二套的第二段，有正面示范、背面示范，还有慢动作讲解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随时联系屏幕下方的邮箱地址，去关注功夫者微信公众平台，那里有更多的知识为您奉上。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聊天群，那里有更多的武术爱好者等着您去认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程现在开始。现在是慢动作讲解，接第一段的最后一个动作，下来把左脚踩实，这个棍呢抡过头，经过头顶啊，放在肩上，然后做一个抡棍，一、二，和第一段的第一个动作里边有相似的位置啊，这个也是右脚踩实，然后棍呢放在肩膀上，然后头呢要看这个左前方45度，然后要定稳了，精气神还要出来。然后上步，抡棍，然后过来，棍呢在自己身后啊，从这个角度看呢，棍在自己身后是平的，然后左手呢伸出去啊，做一个保护自己的防守性动作，猛地推着，然后拉开左手，右手啊，双手抓起来。然后让棍呢在自己身体前这样划过啊，然后才又拉开上两步，转身做这个坐盘动作。这一串动作呢，因为讲解起来慢动作是就是在空中不好做，那我讲完了以后，我再给大家连贯性的给大家再做一次。好，现在我们从第二段的最后一段拉开啊，然后呢这接下来是旋子棍在体前要划过，这个是重点，大家请细心观看，拉开划过，就结束了。刚才我为大家讲解的是国际规定竞赛套路棍术第二套的第二段，有慢动作讲解，里边有这个各种这个转腰抡棍的动作，在这里再给大家多详细的做一些讲解。我们通常这个套路里边的这个抡棍呢，大家可以开了右脚，然后用这个左脚的左步扣住，然后留住身体啊，把这个腰就像拧毛巾一样，这样让它拧转。不要我们上左脚马上这个抡过来，
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这个拧转然后再放开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所以我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强调一下，开左脚呢开右脚，然后左脚过来以后留住左肩，一定要留住左肩，让我们的腰进行一个拧转，然后再通过这个放开的动作拉开啊，再把这个力量再送到这个棍的前端啊，再打出去，这样呢力量比较充足，而且速度快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屏幕下方的邮箱地址，可以去关注功夫者微信平台，那里有更多的武术知识为您奉上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聊天群，那里有更多的武术爱好者等着您去认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大家再见。